跳水皇后郭晶晶自从与霍英东长孙霍启刚相恋后，一直占据娱乐圈头条。去年十一月，两人终于修成正果，产子话题又再度成为媒体焦点。虽然霍家对郭晶晶怀孕消息闭口不谈，但今年四月仍然被媒体证实。近日郭晶晶于20日分娩的消息甚嚣尘上，大批媒体蹲守在郭晶晶将会入住的养和医院，不过始终未见霍家人。20日下午，有一辆劳斯莱斯轿车在医院门外徘徊，被疑是霍家座驾，但车上未见霍家成员。虽然未见到霍家成员，郭晶晶分娩消息未得证实，但在医院门口，记者见到不少香港名人二代，更见到卫斯理之父倪匡现身医院，有友人挽扶离开，全程笑容满面，但是并不回答记者问题。